从广西出发，看望回不了家乡的英雄烈士第五站，来到了湖北武穴困龙村，去寻找四姑坪山战役阵亡将士墓碑。哎，你好，他说，我问一下，他那个四顾平山那个顶上好不好上？四顾平顶的啊。他说，师爷，什么事？就那个四顾平山，他们就是那个广西的那个贵军，就是葬在那个山顶上。那个山是在哪个位置？好不好上？我这个车好不好上？上山？上不去山？等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从广西啊，对，啊是，啊，我问您个事啊，这个山顶上有一个那个抗日战争留下来的一个墓碑，他那172师的，是，没路啊，路咱们了，没有路是吧？没要走，路我不走，封了，封了，要走要咱们了，要走路上去要多久啊？不走。不好走，不的，走不了，走不了，走路也不好走。是，他那个顶上那个墓是不是这个地方？有一个房子，是这个吗？你来看，我看不懂。我搞不定了。你没有去过啊？没去过。这个杯子在那。那走路上去要一个小时吗？要。那么远吗？要这么长时间。那个墓碑你看不见了，那在那。都柴火都在那蒙住了。哦，看不到了。看不到，你这样的你看也看不到。要别人给你带上，你就走。自己也看不到。你一个人来？我还带个小孩，一家三口。前几年没有人过来，刚开始小辈子是在那，那一年很多人在那上面爬走。这五年也没人上去。五年都没有人上去过。哦。你走不了。走不了，走路不好上。那你也走不了，你家里面的人在。哦。问一下事啊，就是我昨天不是来问过了吗？有一个那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个，不是这个，是另外他那个墓碑。对。来吧。山上怎么走？怎么走？你把车开进去，我打电话叫个人给你带上。你好。乡亲过来，广西，我是广西过来的。对，老板帮我们联系好了本村的一位大哥，给我们带路。他回去拿砍刀，怎么之类的。哦，我要砍刀。我们准备那个红包。那广西的这个礼数是不能少的，出门在外要有一点素质，不能给广西兄弟姐妹丢脸啊。这个桶的话我们就掂不上去了，然后装袋子里吧，袋子里装点土算了。爬山的话，这个抬不上去。这个小伙子不能走，走不了。小孩子上不去吗？难说的抬呀、啊，山上走不了啊。山上走不了。可以哦，他说小五上不去，前面那个山，爬到最山上。1938年，侵华日军敌州师团从安庆经广济进攻武汉，第五战区广西部队第七军第172师程树芬师长奉命率部扼守四顾坪山，参与的还有第26军第32师。7月下旬，陈开荣团、陈树森团、李瑞金团先后顽强阻击，白天日寇凭飞机大炮优势狂风乱炸占领山头，入夜贵军全面展开殊死反攻，呐喊拼杀夺回阵地，血战至10月上旬。事故坪上方圆20里，数万贵军川军为国捐躯，钟鼓遍野，为告慰贵军川军，祝烈士英灵，青史永垂万古流芳，铭记国耻，以见后世。2009年，贵鄂湘川乡亲子弟在山顶立上墓碑，还刻上了仅存的38位英烈的名字。你不是说要增加点难度吗？对呀，来了。不累吗？加油，小五！到山顶以后，先处理一下墓碑旁的杂草。他这个战士牺牲到这个地方。原址。对，在前面。后面。走这个弯儿。那个弯儿里面。他等于说他们埋在哪个地方？啊。就在这附近。附近，整个都是。他那里面还有碑吗？没有。
就这一个碑，这个山上。啊，四顾平山，战役阵亡将士墓碑记。文王凯、秦文斌、韦宇，他这有多少人啊？两个头。啊？两个，一个师的两个头。一个师两个。牺牲了有多少人在这个山上？几千人。几千人啊？老人都是死了。不记得过个人啊，老人都过世了，都不记得了。过个人哦，看一下广西的这个，给大哥准备个红包。要是力士，这个要给，这是广西。顺顺利利，顺顺利利。啊，顺顺利利，这个你收了啊，辛苦你了。要不是不是你们带路，我们也上不来山。当年，啊，当年要是没有修了，我是组长。组长啊，就是您负责这个，把这个碑还有山上这个修建这个呢，那是好事情。家乡带来的土啊，在忙的忙的人海里，脖子里还挂了一根树枝，我是那扎上一个。优秀，山泉水，特意从广西带过来的，广西的茶叶，广西的三花茶。在征服宇宙的广西的兄弟姐妹来看你们了啊！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，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。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，不需要你认识我，不渴望你知道我。啊，可以买票回家看一看啊！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。